我用了，让他们恢复了，让一般的人类恢复了，完蛋了，我死定了，我干嘛用 ？What the hell？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森林，我们今天呢终于回来上课了。没错，这一次的包你呢，它特别的不是在它本身，而是在它的物品。它把物品改成非常 OP 的东西，就是非常外挂的东西。有一个我记得还是可以消除掉一半的人的，类似萨诺斯的东西啊。OK， 我们进来这边应该是不会改太多东西的啊，我们就直接进去。我们先回答书本，然后再直接过去看吧。哎，哦，这里有改了，就是比较像一本书了，有啦。可是书为什么是用电子产品的 ？OK， 回答完这个。哦，这些东西都没变，人物那些都没变。对。但是后面那个有没有变的那个？后面这个有没有变呢？这什么东西 ？Mess up！ 哦，又用它哦。哦，世界颠倒了，上下颠倒，这样我们要怎么变回来？哎，上下颠倒的道具，我颠倒不回来了，这个世界就只能这样了，没办法了。What the？ 这是食堂，上下颠倒的食堂。哇，然后这原型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灵魂宝石，就是这个可以消灭人口一半的。我消灭看哦，消灭。嗯，是谁消失啊？推推机器人消失了吗？谁不见了？哎 ，What the？ 我跳起来是潜下去的。我跳起来是潜下去的。OK， 我们不要用上下颠倒的东西了。然后我记得这个巧克力有烂掉的巧克力，对，就这个烂掉的巧克力呢，会让你中毒，要试试看吗？吃哦，我吃到了，我中毒了，我的体力完全消失，但是我们的巧克力可以马上补回来啊。世界都变绿色了，一下变紫色，一下变绿色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样了？消除一半人口的东西，应该是世界内消除掉一半吧。对，我需要两个人，对，两个人，然后就灵魂宝石。哎，又有人消失啊！灵魂宝石，你骗我！灵魂宝石，消除一半的人不是吗？还有网站说这个 Banhammer 呢，可以让时间，Banhammer 不能用啊 ，Banhammer， 靠神用的吧，剪刀。Detention for you. When will you learn？ 等下我拿闹钟，你们就死定了。据说闹钟可以删除掉所有的人类，没记错的话，闹钟在那边。走开，推推走开，我想进去。那个删除掉所有角色的东西，这个 character delete button， 哦，真的哎，角色删除按钮，老师在面前，我按下去哦，使用。哦。整个世界变安静了，那我们就可以过这个全部结局咯。这个灵魂宝石啊，官网上是说可以消灭掉一半的角色，但是没屁用了，用过哦，他们恢复了，我用了，让他们恢复了，让一般的人类恢复了，完蛋了，我死定了，我干嘛用 ？What the hell？早说就不用了，我把你们删除掉，把你们全部删除掉之后去见红衣人会如何呢？红衣人会不会也是消失状态的？我才是真正的萨诺斯，你们这群没用的废物，干嘛想抓我是不是？哇，太爽了吧，马上去见红衣人看看，最后一个门就在面前，可以去见红衣人吗？哦，真的来到这里了，应该没有消失哇，果然正常没有消失嘛。但是我们还有两个东西没用。OK， 首先呢就是这个剪刀，这个据说可以停止东西的 hammer。跳绳找到了，我们用这个 banhammer。哦，原来 banhammer 是把靠近的人删除掉。OK， 剩下只有一个物品，这是足以毁灭这个世界的东西。OK， 就是面前这个锁头，据说它可以打破这个游戏，要使用看看吗？使用。Wait， what the？哎，上下颠倒加破图加左右反转，可是我已经出来了，所以代表我可以直接离开这个游戏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已经来到游戏外面了，我回不去了。嘿嘿，老师的脚，我看到老师的脚了。老师，你在这里干嘛？老师，哦，这里是地图的下面。我们现在回答书本也不行，要进去这里也不行，要使用什么都不行，任何人都捉不了我们了。跳绳，你能捉我们吗？跳绳，不见了，不行了。而且跳绳，我不是ban掉你了吗 ？OK， 哦，总算修复好这学校了。哎。哦，还在修复中哦。可是我们动作怎么感觉怪怪的？哎，这游戏感觉怪怪的，我们动作好像被某种东西吸引，有点难以控制啊。哦，封锁中，看来我们刚刚真的是把这个世界毁灭的极致啊！回答第一本书了。What the hell？ 我觉得学校毁灭的时候就不要来上课了好吗？来喽。哎，马上关掉是怎么样？而且我怎么画面不能动了？哎。
哇塞，老师你开挂、啊、没有声音的，你怎么也会开挂了？我刚刚删除掉你，对不起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转头看一下，我看不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是正常的。哎、欸，绳子呢？哎、欸，绳子呢？校长，校长，绳子怎么这么久？哎、欸，绳子怎么都举不起来？哎、欸，少佐，少佐你在吗？少佐救我！少佐，少佐救我！少佐救我！这个世界有病！哎、欸，这个世界有病啊！哎、欸、，what？你不是少佐 ？What？ 这个是超级前期的游戏吗？就是还没制作完的时候，这到底是什么版本呢、啊？哎，你快点，你说快点，你说快点！这个霸凌居然是这样的！哎，哇，这是什么版本的、啊？哎，你怎么又在跳绳了？你不要说话，快点，快点 ，please， please， please！ No looking in other people's lockers in the hall。什么？翻别人的柜子？我才没有翻，可以翻吗？不行，翻啊！你骗人，不能翻。我才没有翻，而且你的，哇，你的校长是，你的校长是好空哦，这什么版本哦？这是才刚装修，就是前期非常前期，就是甚至连教室都还没制作完成的地方哦。你快点来捉，你快点来捉，后面有霸凌挡着哦，你快点顺便把两个人抓走。霸凌呢？你没做霸凌，哎、欸，东西是还在的，它只是变透明而已。哦，哎、欸，看来这个 bug 在学校还没装修完之前就已经拥有了。好啦好啦，我以后不毁灭世界了，就算呢。